土、少鸡、少龙、少狗，就是今年犯太岁、甲明年犯太岁的人，你季节在交换，你不妨会当食水饺。水饺就是金元宝，互你会当改变你的磁场正能量。这是古早老民俗传落来的一种立冬，就是食水饺。有太岁的人，就是咧转运，互你改运上好的正能量。立冬啊，大家要安怎转运？尤其若有山高的人，你透早出门，你爱做注意，莫去煞着冷风去煞着，迄煞着是医袂好的。